现在使命召唤好多人都退游了，屏幕前的战士还是坚持的吗？原先上号的时候，有很多好兄弟都拉着我开黑，现在只有自己了。合作生效。哎，不对，团长还有很多粉丝们陪伴着呢。团长，我去。团长，干啥？团长，你看。那老王哥，我操！有了，我要不玩我了。别叫！我操！对，这真的我操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拉个人，我拉个朋友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。我操！老八路！赶紧开！好像不是咋的，老大，团长有没有麦？你装什么装？他妈说话呀！操，装高冷。团长，不是你粉丝。团长，快关！哎，啊！丢个头！我要他！团长，他妈都是我他！我睡醒了呀！我操！做了主播这么久，团长有很多心里话想跟粉丝们说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完了，被架了。没事，这个开玩笑的，别人是无所谓，开心就好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团长在这里郑重的感谢所有粉丝，所有屏幕前的大家。团长在做视频方面还有直播方面还是学习期，争取以后做得更好，然后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正在待命。哎呀！